即将迎来的连续假期，来一顿好料的祭拜五道庙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火烤两吃的餐厅，你吃过哪些呢？台中老字号店家烧肉火锅吃到饱的影厨复合式烧烤改装之后，重新出发，推出399吃到饱，超过80种丰富食材任你挑选。除此之外，为了欢庆儿童节，更是寄出了免费活动。4月4日至4月7日，身高150公分含以下的小孩子可以免费招待。一个小孩需搭配一位大人，一大一小根本半价，价格实在划算 ，Q 的。现场超过80种以上的海陆食材，有天使红虾、生蚝、螃蟹、白虾、小卷等等丰富选择，而且还有炭烤双麒麟，让人不禁猜想着用餐时间，够吃吗？烧烤火锅吃到饱90分钟399元起，若觉得吃得不过瘾，也能选择110分钟599元起的方案。到店内用餐过的布洛克 Sunny 表示，店内的自动点肉机可是一大特色，只要在触控萤幕上输入用餐桌号，选择想要的肉品，电脑会自动传送到柜台，店员会一单将你选择的肉片送上桌。在这点肉机里的选择可让人选择障碍大发作，多达20几种项目，有猪五花、黄金梅花猪、后界霜降猪、羊五花、牛五花等等。倘若是爱吃海鲜的吃货，这里也有鱼下巴、鲑鱼肚、鱼片、白虾、螃蟹、花枝等海鲜食材，还有20种火锅料，选择相当多元。连假期间推出的儿童节欢庆活动，免费优惠以假日计算，90分钟的吃到饱，一大一小是499元，加上一成服务费，平均下来一人只需275元。影厨复合式烧烤，营业时间11点30分到24点。地址台中市西屯区东兴路三段393号。好，廉价就是要吃大餐啊，这么好康怎么能错过 Q 的。分隔号。